你怎么知道呀？今天是我和坎迪签约10周年纪念日，昨晚他飞去北京了，今天晚上回来。你说我请他吃法餐，怎么样？啊？哦，你早说呀，我还能多睡一会儿，烦死了。起都起了，你可以做给我吃。不行哦，今天是特别的一天，我要休假呀。哎。 你特别什么呀？喂，我一会儿让大伟去接你。去哪儿啊？ 问这么多干嘛？反正是好事。神经！不会吧？他该不会是良心发现了？ 知道易涵让你来接我，是什么事儿吗？韩哥没跟我说，他只是让我把你接到珠宝店去。珠宝店？对啊，八成是给你买什么东西吧。嗯，哎，悠悠姐，你说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？我也不知道。 先生，这是一条钻石和蓝宝石相结合的项链，干净、大方、高贵。这条是我们上个月的新品——北极光系列。裴小姐来了，欢迎光临，女士里面请。这儿，快点。那个。 不用管他们，看看哪个好看，挑一个。今天晚上不是要和坎迪吃饭吗？打算送他个礼物，帮我好好挑。 这个不错，看完裴小姐和易先生的眼光，真的很一致。刚才易先生也挑了这条，这款项链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设计师的一次旅行，名叫山海，取自于索爱格山海，山海巨可瓶，象征打破一切阻碍的爱，也是设计师 Jennifer 里最为青睐的一件作品，全球只此一件。山有路可行，此爱分山海，名字也挺好听的。好，就它了。 要不要为裴小姐试戴一下？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对，直接包起来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易先生。您要不要看看别的？这个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不过，坎迪姐应该不太适合这个吧？这个也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易先生。 给你的。为什么我也有啊？今天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当然是为了感谢你这段时间为我出谋划策，你别想多了。
算你有点良心。